好哦，好哦。それじゃ。下周五数数杯，对啊对啊对啊，下周五数数杯。这边抽卡，该怎么做呢？对方是快攻吗？我觉得他是快攻，我先加牛了。快关台了，再把那两场打完就关台了。好，这个棋手没有说很好。嗨嗨，安安，科科，啊，大家可以去看练局的台哦，练局的台是24小时不会中断的，永远不中断练局台。什么时候数杯？下礼拜五哦，下周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叛徒！我看到我的叛徒了。这是什么叛徒啊？什么东西啊？怎么讲？ね、いいことしましょう。仕方あるまい。ゆっくり行きましょう。数杯是怎么来的？就是供大家对战用的交流牌组。那公爵一直帮对方补血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。哇！神奇奇。发生机器了，开船。盾，有盾，但，我想想，我思考一下哦。有两张爪子，我下去，不会那么扯吧？不管了，不管了，他顶多丢个阿梦嘛。如果刚刚要做黑石假面躲东西的话，我现在场面不可以。啊，等等哦，场上的伤害是6点加进化点，6点加9点，15点，差一点血。如果是我就黑死了。我的胸に燃ゆる怒りを。
使命を仕方あるまい。骑士路。哇！哇哦，死了！哇，这太极限了！哎，这好厉害哦，真的很厉害。以上就是我截录出来的精华片段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点个喜欢，也欢迎订阅我，追踪我最新的影片消息咯。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